这个少一个 R， Smyrna 还是 Smyrna 哈，少打一个 R 啊。这个教会是以弗所七个教会当中的唯一那个城市，现在还有，其他六个教会都已经不在了，都是要考古学在地底下挖出来。这是唯一，目前你去 Turkey 去土耳其还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它是很美丽的一个城市，所以是唯一现实尚存的。现在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350万。你如果要去打这个是找不到，它名字被改了啊，土耳其的政府把它改成 Izmir， 所以如果你想去玩，你就要打 Izmir， 就会看到那个好像花园一样的很美丽的城市。那士美拿教会在整本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其他地方绝对找不到，而且只有四节，就是刚才我们四位念的四节。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以外的考古学去找那个这个城市的背景，或许会帮助我们了解这四节圣经它什么意思。那有人把它的这个啊做了一个简短的简介，我们一起来看，然后我再来开始讲士美拿教会简介。
这个就是他的简介，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他的整个背景哈。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圣经都没有交代，不晓得是谁，是哪一个使徒或是哪一个基督徒去开始这个教会，不晓得。整个圣经就只有启示录这四节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保罗曾经在亚细亚的以弗所待了三年，那三年有说他那三年期间把福音传遍亚细亚，那士美拿刚好就是最接近以弗所的第一个城，就是离开他北边35迈的地方，所以呢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这三年宣道时候所建立的。在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有说，保罗待了两年的时候呢，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信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最有可能是这个时候。那是不是保罗亲自去我们不晓得，就是经由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也许有很多各城的人来听他以后就回故乡把这个基督教带回去，或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在以弗所很成功，很多人来信耶稣以后就把他拜拜用的那个特别的书，那个要拜他的神明的书拿来烧，就烧了5万块，就是邪术的书啊，拿来烧了5万块，这表示很多人都信耶稣。那结果那个本来卖那个小神像的就没有生意，很少人买单，他都不高兴。这个迪米丢那就引起一场暴动，那他所拜的是月神哦，就是阿迪米，就是阿迪米神庙，引起暴动，保罗就不得不要离开以弗所。那就是正在那个时候，可能士美拿教会就建立了。那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简介，它是主前1000年的时候，现在我们考古学发现好像主前7000年这里地方就有人住了。算是很古老的城市，在全世界应该是没拿算是很久很久的城市。可是有记载，就是希腊人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就移民到这里盖了一座城，那后来利利亚人呢兴起来以后就把这个城灭掉，放火烧掉，这个就是他们的放火烧城的样子、哦、所以呢他600年的时候呢，利利亚人把这个城整个毁掉，毁到都没有人，都被变成荒野这样。过了400年，亚历山大一世，就是希腊那个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又来这里，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地点很好，因为有海港，还有控制那个陆路的交通，所以他就再盖一个城，离开原来的城大概3-4迈比较南边再盖起来啊。这是这个史密勒纳第二次被盖起来。所以我们说当耶稣跟他们说我是曾经死过又活过来的话，他这个城的人知道，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死过又活过来，这句话耶稣刻意的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的背景有这个了解。士美拿他们出产一个有名的产品，就是这种树，这种树是在沙漠长的一种小树，当他们用刀把那个树干割伤以后呢，它会流一种汤，那个汤流出来呢，它是一个那个 resin， 就是好像塑胶这样的东西哈，它会凝固以后呢，这个东西被拿下来就发现哦，放在嘴巴很苦，可是如果点火烧的话很香，而且这个香很宝贵、哦、这个士美拿的这个香、哦、这个树干刮伤以后味苦闻香，叫做末药。耶和华说，摩西，如果你要拜我的话，你们那个香膏里面一定要放末药。所以末药是被上帝挑选中的香料之中的第一个。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3个博士过来拜他，他们带的礼物记得吗？黄金、乳香、末药。在产量少的时候，1公克的末药价值是1公克的黄金，所以你要记得它是很贵很昂贵，跟黄金一样贵。黄金是挖就有，那个如果气候不好长不出来就是没有、哦、所以大家晓得古代这是一个宝贵的礼物，送人家礼物就是黄金、乳香、末药，
乳香跟没药都是香料。那这个没药在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阿兵哥就拿酒调没药要给他喝，所以这个没药也变成是药，我们称作没药，它好像有止痛的作用，所以后来耶稣尝了一下就不喝。耶稣死掉以后，亚里马太的约瑟他带了100斤的没药要来帮耶稣的尸体做处理，所以这个香料本来是一个宝贵的礼物，是小姐在化妆身体的，后来就演变成为是尸体要保存的时候用的香料，跟死亡也有关系，跟受伤有关系，跟苦有关系，跟香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myrrh、这个是耶和华交代摩西的，说要流脂的没药500色克勒，还有香肉桂，还有什么什么调和做圣膏油。尼哥底母、跟那个亚利马太约瑟他们呢就带着那个没药跟沉香100斤来帮耶稣处理他的尸体。那这个城市叫 Smyrna， M-Y-R， 没药就是 myrrh， 能了解吗？所以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出产这个有名，所以就被称作是出产没药的城。这个 myrrh 的意思就是 bitter， 就是苦，因为它尝起来很苦，可是闻起来很香。那整个士美拿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受苦，甚至要为耶稣死掉，跟死有关系，跟死包在一起的，这是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另外一个特点，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罗马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他们就跟罗马结盟，然后不管罗马国都强大或是都弱小，他们都坚持做他的盟友。所以刚才我们那个影片就提到西塞罗就说，这是我们最古老的最忠心的盟邦。那他对罗马好到一个程度，当罗马帝国变成很大的时候，很多城要争取盖一座那个拜罗马皇帝的庙，结果罗马皇帝许可史梅尔纳盖这个庙，别的城市不许可。所以拜罗马女神的庙不是盖在罗马，是盖在士美那，因为士美那对罗马的忠诚让他们皇帝就把这个算是荣耀给他。可是基督徒就倒霉了，因为住在士美那城的人，这个是那个城的骄傲，所以每一年都要上香，每一个人都要到这个罗马女神Goddess Roma， 这个他把他罗马变成一个神，拜的时候你去烧香，你就可以拿到一张证书，那个是祭司那个签名盖章的，这个变成你的身份证。基督徒如果没有去烧香就没有证书，在路上走被警察拦到说你的证书拿不出来的话，就会抓去坐牢，或是就要罚钱，或是财产被充公。所以士美拿的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变得很辛苦。那这个城的人对什么叫忠心就很清楚，这是对罗马的效忠，他们争取盖那个凯撒庙，就是罗马女神的庙。比拉多要把耶稣释放，他们就说如果你释放就不是凯撒的忠诚，所以对这个对 loyalty 对忠诚这个城市很有概念。耶稣对士美拿教说你要忠心至死，所以关于忠心的事情在士美拿他们晓得，他们是要求对凯撒忠心，可是耶稣说你要对我忠心，可是忠心至死。士美拿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他们说是亚洲最漂亮的，我们叫做亚洲的花园，或是亚洲的皇冠，亚洲的冠冕，很漂亮。这个是现在挖出来的，看起来还是很漂亮，这是考古 挖出来的地方。另外士美拿城的后面有一座山，很多庙，包括宙斯的庙啊，所有希腊众神的庙都在上面。如果你去读历史的话，它上面还有一条街道是黄金铺的，然后是从一个神的庙带你走到另外一个神的庙啊，山顶上都是一个庙一个庙，所以你在士美拿城往山上看，看起来就好像戴一个冠冕，好像戴一个帽子一样，这一坨一坨的都是那个庙。所以呢，他们说士美拿是亚洲的冠冕，那巴古山就是士美拿附近的那一座山，就是巴古斯，它是士美拿的冠冕。所以当你跟士美拿人提到冠冕的时候，他们很有印象，怪不得耶稣在这封信的结束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会给你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跟这个城市有关。 City of Smyrna 是 Crown of Asia， 然后 Mountain of Bacchus 是 Crown of Smyrna， 所以它有 Double Crown。 他对冠冕
觉得很骄傲到一个程度，他们的钱币上面用的就是冠冕，这是他们的钱，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钱上面就是带一个冠冕的一个神像哈、哦，所以这是他们钱币上面的硬币也是冠冕，所以这个城是充满冠冕的一个城。冠冕的意思是根据诗篇八篇第五节，荣耀尊贵 ，glory and honor， 是一个荣耀尊贵，不是很多钱，跟钱没有关系，是一个荣誉，是一个尊贵。生命的冠冕应该是指这个。好，现在我们来看信的内容。其实信很短，只有四节。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没有挨骂，一个就是士美拿，一个是菲拉德尔菲亚。其他每个教会耶稣都说，哎，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只有这个教会没有问题，因为他的问题都被苦难弄完了。在很大的灾难下面的基督徒，有问题的都走了，留下就是没有问题的。好，耶稣对这个灾难中的教会讲的第一句话是说 I am in control， 我掌管一切，所以你不要担心，不会失控的啦，不管情境多坏。所以他第一句话是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什么事情一开始我在那边，事情都结束了我还在那边，所以我从头跟到尾，你们不要担心，不会说我就离开你们，不可能，因为首先幕后都在那边。其实这句话开始是谁讲的？是耶和华讲的。我们看以赛亚书41章第4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所以 I'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是说我是历史的主宰，我掌管整个。换句话讲，对在苦难中被犹太人欺负，被罗马人抓去杀抓去打的那个士美拿基督徒来讲的话，耶稣第一句跟他们讲说，我还在，我掌管一切，所以你们不要担心。然后耶稣讲的第二句话说，我不只是首先跟末后，我还是曾经死过又活过来。他们就面临要被杀死的时候，耶稣说，我知道面临死亡的痛苦是什么，我了解，因为我死过，而且我活过来，所以你们不要怕，你们死的不是就完了，因为死后还有可能，前面还有东西，因为我是复活的主。好，这句很好玩， I was dead and is alive， was 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is 就是现在继续存在的事实。大部分世界的宗教的教主可以说 I was alive but is dead， 应该是这样才对。耶稣跟他们讲的刚刚相反，就是 I was dead but is alive、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因为耶稣死过，所以呢，他可以体恤我们的难过。这是有名的米开朗基罗雕像，就是耶稣死掉，玛利亚抱着他在哭的那个样子，这是很有名，叫比耶达。主经历死亡，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属碰到死亡的时候会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主了解那个地方，他去过，他不是没有去过。但是主不只是死亡，他还得胜死亡，他复活，所以给我们要死的人有一个盼望，所以他给我们的忧伤得到安慰，给我们有盼望。这样的主是首先末后死过又活的主，跟士美拿的基督说，我了解，我了解你受很大的压力，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受压迫，英文换成 tribulation， tribulation 我们中文换成患难。其实 tribulation 呢，它是拉丁文演变，拉丁文叫Tribulum， Tribulum 就是那个叫什么 Heavyweight， 重的石头，所以那个应该是压的压、哦、我给你找这张图，就是那个，你知道橄榄吗？橄榄要压油呢，它需要用一块很大的木头，然后就吊很重的石头，如果要不得再压再吊再兜一个石头，兜两个石头，最后那个橄榄就被压碎了，压碎以后橄榄油才流出来，我们才有橄榄油可以用。所以橄榄油是被压力压碎又流出来的、哦、流出来到这边然后再过来这边、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哦、最高等的。那这一个字 tribulum 或、哦、是 tribulation， 它的希腊文就是这个 flipsis、哦、这个 slipsis 它的英文应该是 pressure 或是 crush， crush 是 pressure 到破掉碎了、哦、然后是 stress 或是 distress，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说，我知道你承受的压力。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说，我在以弗所的地方，在亚细亚呢遭受苦难，被压太重，几乎要绝望。所以耶稣说，你在那一个城市要活都很困难，因为受很大的压力，我知道。第二件事情，那个压力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经济被剥夺。如果你是基督徒，人家你要去找工作，人家就不用你，因为你不是好的士美拿人，士美拿人每年都会拿一张证书，你没有。如果你要做生意，人家就不买你的东西，或是不卖东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在一个社会活下去，如果人家都跟你阻绝，你的经济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你没得买，没得卖，没得找工作。那士美拿的基督徒就这样，所以耶稣第二句话说，我知道你经济受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就我看你是很富有的。所以呢，这个富有跟贫穷耶稣有不一样的看法，不是以钱的多少，而是以信心跟爱心的多少。所以耶稣说 You are poor but yet you are rich， 所以这个教会叫做 Poor Rich Church。 另外还有一个教会是很富有，可是神看说我看起来你很穷，那个叫做 Rich Poor Church， 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叫老底家。以弗所七个教会的最后一间教会，他教会存钱很多，可是上帝看说我看你很穷，你穷得要死。所以呢，我不知道上帝看和平是 rich poor 还是 poor rich 哈。所以等一下我会说哦，当你钱很多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就很难呐，因为你信钱就够了啊。当你钱很少的时候，你除了信上帝，你没有办法。所以信心跟钱的多少是有相反的关系。一般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穷人反正他也没有工作，他比较有时间，反正听福音可能还有面包分，他就来分一点面包。所以穷人比较容易来信耶稣，你知道吗？在社会很有地位的，很有钱的，反正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不拜马祖要去拜你的耶稣呢？所以大部分的人他的信心是在穷苦的当中产生出来。所以信心跟贫穷或是富有有矛盾的关系。好，那第三个，他是被说坏话的。犹太人在那边对基督徒很讨厌，可是犹太人因为不是执政者，他没有办法直接来破坏基督徒，他就要到处去跟罗马政府呢报告基督徒多坏多坏，报告到罗马政府就派警察把他们抓去把他烧死，这样。所以这个叫毁谤，所以他们遭受的是罗马政府的压迫，可是是犹太教会的毁谤。所以耶稣说他们根本不是我的人，他们根本就是撒旦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 blasphemia。 blasphemia 本来 blasphemy 本来是对上帝，可是这个是对人，应该叫 slander。 对基督徒的毁谤，上帝看为等于是对他的亵渎一样。犹太人看见保罗传福音很成功，他们就很嫉妒，硬驳保罗的话，而且毁谤，开始说他的坏话。你知道他们怎么毁谤基督徒吗？因为耶稣不是讲过说这是我的肉为你们舍得吗？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吗？他们就去报告罗马政府，这里有吃人族。你看你去最近他们聚会的，他们不是在讲说这是我的肉可以吃的，就他们在吃肉喝血呢，这个要抓去坐牢哈，这是吃人族。还有一个家里如果都没有信教，那有个人信教，家里就大乱，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找不到工作啊，你叫不到老公啊，怎么啊？你怎么可以当基督徒哈？家里就为了这个很紧张，所以他们就报告警察说这个教不好，因为什么教到什么地方家里就混乱，这个是破坏家庭的宗教，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基督教在当时你可以有很多方法来毁谤这个基督徒，说你看这个教不好。好，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不要害怕，虽然你有受到压力，虽然你经济有困难，你有 pressure， 你有 poverty， 虽然有人毁谤你，你有 prejudice。 所以呢，压迫这是精神的压力，毁谤是经济的困难，贫穷，毁谤是名誉受损。虽然士美拿教会受到这三个，可是耶稣说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兼顾你，我会帮助你。我们会以为说好啊，耶稣来了，那这下没问题的，我们经济应该会开始成长的，我们压力应该会减轻的，我们应该会更好。可是没有，耶稣接下来说，你们不止这样，还有更惨的在后面。那你不是说你要我不要放心？耶稣来不是减轻你的苦难，是让你在苦难中还可以继续忠心。所以耶稣现在就要讲的是说，这样还不够，
犹太人觉得只有给你这样经济压力、精神压力，给你名誉受损，你还是要信基督教的话，我干脆把你抓去坐牢，让你关起来，这更厉害，这个身体就有问题了哈。他说魔鬼的会把你抓去坐牢，抓去坐牢的意思是准备要烧死的意思哈，准备要判死刑，前面先抓去关起来，所以被抓去就知道不好了，不是有期徒刑啊，是死刑的前面，所以身体被抓去监狱。不久可能要面临死亡，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我跟你在一起，可是你外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厉害，因为魔鬼会想办法增加对我们的逼迫，好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可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这种东西顶多十天，意思就是说不会没完没了，一定会结束。当把你关到监狱的时候，你一定会结束，因为不久你就被杀死了，你就结束了，这样讲对吗？死亡你就没有贫穷的问题，你也没有精神的压力，你也没有什么人家说你坏话，都没有问题了，也不能关你了，已经死掉了。其实坦白讲，有很多重病的病人，他们把死亡当作一个 release， 知道吗？是一个释放，我死我就不必再受苦。所以当耶稣说你不要害怕，这个苦不会无穷尽的，顶多一段时间，他说十天，就是一段时间会结束的，但是你要坚持到那个时间，要么就被放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被拖出去，就是死掉了。那不管是活是死，你不会一直痛苦的。但是如果你要死的话，希望你死得好看，就是至死忠心，不要好不容易为了信仰，然后最后才放弃，那就功亏一篑。所以耶稣给他的劝告是说，你们受的苦是有一定的时限的，有一天会给你一条路出来，也许是从前面，也许从后面，但是一定会出来，你不会卡在里面，就是。所以死亡或许是一个结束前面这些苦难的其中一条出路吧。在这五个 P 的下面，耶稣说，如果你到死都忠心的话，你赢过这五个，你就可以得一顶帽子，就是冠冕。好，当有人跟你说我给你一顶冠冕，你想到是什么？谁才会戴冠冕？他戴什么？就是王嘛。你打过扑克牌吗？ K 啊， K 的上面就是戴一顶帽子，不是吗？我们想的是这样啊。那个国王戴的冠冕应该是有钻石或是宝石或是金子，对不对？金弓强强棍那一种，对不对？可是我们一查希腊文，冠冕有两个字，一个叫 diadem，一个叫 Stophane， 两个字不一样。如果你想象是国王登基的时候价值连城金光闪闪的皇冠的话，就像这个这样闪闪的啊、哦，那应该是 Diadema。 Diadema 就是钻石所镶出来的冠冕，是国王戴的。可是很可惜的，这里写的冠冕不是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叫 Stephanos。Stephanos 的冠冕不是用钻石做的，不是用黄金做的，是用一种树叶做的，那种树叶叫月桂树，那种月桂树所做的冠冕，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家公司叫桂冠，你知道吗？那是谁在戴的？就是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特别是马拉松比赛最后得冠军的，他得到的不是黄金做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个树枝，把它放在头上，卖不了钱，可是那是无上的荣誉，是代表他的耐力，代表他的比赛他得胜，是得胜者的冠冕。所以在这里耶稣跟他讲的不是黄金的冠冕，是 Stephanos， 是忍受试探，是耐力的，是马拉松赛跑最后得胜者得到的冠冕，这个叫生命的冠冕。这因为爱主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坚持到底，可以得到这个冠冕。生命的冠冕不是生命，因为永生是信耶稣的人，耶稣白白给他的礼物，不是你赢了比赛以后所得到的奖赏。礼物不是奖赏，礼物不必比赛，也不必赢，礼物就是白白给你才叫礼物。所以不要把生命的冠冕解释成为永生，我觉得这个解释有问题。它是指你得到永生的时候，你的永生是荣耀的永生，那个冠冕代表的是荣耀。所以生命的冠冕是 the glorious life， 将来在天堂的时候你是很 proud 的，因为你今生今世
上耶稣说你是好的，你表现很好，所以给你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那个桂冠，是代表你忍受的苦难是很成功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是马拉松赛坚持到底，荣耀尊贵的桂冠，所以是这样的冠冕，不是刚才那个，是由树叶所组成的。好，结束的时候耶稣讲到一句奇怪的话，叫第二次的死。他说如果你得胜的话，你不会受到第二次的死。那这是什么？那代表有第一次的死，对不对？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第二次的死里面装什么东西。装死亡跟阴间，它是一个火湖，用这样描述，里面装的是死亡跟阴间。所以第二次的死是不会死的死，因为这个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死不是结束，死是跟上帝隔离。在圣经的观念，死是一种隔离，永远的隔离的活下去就叫死，这个叫第二次的死。好，我们来讲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苦难的议题，遭遇到苦难会让教会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干净。那这个是一个第一世纪的那个金匠，就是在打金子的，他会把拿到的人家的金子呢，会放到火炉里面烧，烧到熔掉，熔掉以后呢，金里面的杂质都会被火烧掉，剩下来的是金子。所以他弄完以后，那个金子就比本来的金子更宝贵更纯啊。很简单哦，我跟你说哦，当如果有一天国民党政府宣告说所有去教会做礼拜的去一次就要花10000块的话，不久我们教会的人就会减少很多。来教会一次就要花10000块的话，只有觉得这个信仰值得你每个礼拜被花10000块，他才会继续来。我这样讲对不对？如果现在来这边随便来跟着走来走去的，他讲一讲我10000块他就走了。所以苦难逼迫自动会把对耶稣的爱不是那么爱的人就会自动就会把它过滤掉，所以有问题的基督徒就不见了。怪不得耶稣写信的时候找不到可以骂的，因为可以骂的都跑掉了。这个在苦难下面会有这样的作用，在苦难下面你对神的爱就会被好像黄金一样越来，就是真的爱神的他才会在苦难当中继续做基督徒。我这样讲对吗？就是咬着牙齿，因为我爱主，我知道主是我最爱的，什么代价我都不怕。好像那一首歌叫什么都不怕向前走，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留下来。如果在教会都很好的时候，水都会来啊，反正也没有什么代价嘛，反正礼拜天在这边至少吹吹冷气打个瞌睡也不错啊。你知道吗？东欧那个东正教，现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才发现里面的基督徒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还爱主。他们几百年在共产主义的压迫下面，不止没有消失，留下来的基督徒都是很宝贵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香港、台湾，这几十年，对不对？我们说大陆把所有基督徒都要去关了啊，都牧师都把他们坐牢或是赶出去了，教会都被没收了，什么很可怜啊？我们台湾、香港，哇，你去教会随便你啊，都可以啊，反正没有人管你啊。几十年下来，大陆基督徒比我们还多，大陆基督徒爱主比我们还爱主，这个很明显。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上帝容许教会碰到苦难？因为苦难会让真的爱主的人会留下来。对主有没有多好的人，他在苦难下面他就放弃了啦，他没有那么笨，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那么为了上教会要被抓要被什么，我干嘛要这么做呢？所以我说苦难是会让教会越来，就是越单纯的基督徒才会留下来，越爱主的才会留下来。苦难有这样的作用哦。所以圣经说你们的信心被试验或是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还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好，苦难有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魔鬼的角度，因为撒旦也要我们受苦，可是撒旦要我们受苦是要我们垮掉，上帝容许让撒旦让我们受苦，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杂质弄掉，弄得对神的爱是更单纯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角度来看。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记不记得？
这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上帝也祝福他穿得好，吃得好，身体又健康，什么都好。当然他很高兴，上帝很祝福他。那上帝就说，你看这个人这么好，我又祝福他。撒旦说，哎，那我搞，你给他吃得那么好，穿得那么好，当然他好啊，你给他拿走一点，他就放弃你了。所以撒旦对人的对神的信仰，他是抱怀疑的。他说，你给他打一下，你就看看看他还信不信你啊。上帝说，我相信这个人是熬得住，没有问题，不要打死，不要把他打死，就让你打。撒旦就打了。所以同一件事情，上帝也同意，可是上帝是要让撒旦了解说，有一些人对我是真心的，是耐得起考验的。可是撒旦是说，我一打他就垮了。所以你看完全啊，希腊文用的字不一样，我们中文也可以用不一样来换。所以说一个考试却是有两面， to test。 撒旦的讲法是说，你毁他的所有，他就毁掉信仰，所以他是摧毁你的拥有，让你连信仰都毁掉，这是撒旦的目的。上帝的目的不是这样。约伯了解上帝的目的，他说，我受试炼以后，我好像静心，所以是越炼越好，这是越炼越糟糕。所以两个完全用的字是不一样的。约伯就受到很大的 test， 从撒旦来讲是 tempt， 要他垮掉，要他放弃上帝。可是对上帝来讲，这个人现在对我的信仰不是因为我给他好处他才相信我，他是真的爱我。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有福，经过试验以后必得胜。这里前面叫试探，后面这个应该是试炼，这是另外一个字，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好，试探希腊文叫 perirasmos， perirasmos 是就是要让你倒下去的那个字。哦，中英文把它翻成 temp 或是试探，这是撒旦的动机。那这个试验另外一个地方叫试炼，用的字是不一样，叫 dokimion。 dokimion 是在经过这个以后让你不好的不见，让你留下是更好的。所以我们都有好有不好，撒旦让你一打以后你的好的垮掉，剩下不好的你就惨了。上帝是希望你不好的会丢掉，剩下是好的，所以不一样。这个就不是 temp，这是 trial， 就是试炼。所以你看同一个 test 有一个试验，可以分成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 dokimion 是试炼，从撒旦的角度是 perirasmos 是试探，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字是试炼。那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同一件事情有两个角度，撒旦是要试探我们，可是上帝是要试炼我们，虽然经历是一样的。有时候翻译是不对的，这一个字是 perirasmos 翻成试炼，这中文就翻得不对，应该翻成试探。所以我把它这个试炼应该是这个字应该改成试探。忍受百般的试探中暂时忧愁，这两个试验就是这个字，这个 dokimion， 所以应该是试炼。在这里彼得前书跟雅各书一样，同一件事情却有两个角度，这个是让你精进更宝贵，在里面是让你忧愁，所以你的反应也不太一样。 tempt periasmos 它的动词叫 periazo， periazo 就是耶稣基督被魔鬼带到旷野去用的是这个字，魔鬼试探他，希望耶稣可以垮掉。我们用农夫的比喻来讲，就是用筛子，用筛子要把你筛下去。那么 trial 这是另外一个字 dokimazoDokimazo 就是这个，就是熬炼金子，这个字试炼，这是 Dokimazo。 所以炼过以后是越来越好，这弄过以后是希望你会垮掉，这个就不是用筛子，这个用本机。你知道本机跟筛子不同吗？本机本迪亚是没有动的，它的竹竿是密密麻麻的，筛子是有动的，这样懂吗？那个筛子是有动的。那筛子呢，如果你把你收来的麦子放在筛子，你筛的时候呢，是好的会掉下去，因为重量有东西的它才会，从轻轻的它就在上面跟人家跑来跑去，它不会掉下来。所以是要把你的好的弄下去的，那个是撒旦让你的好的丢掉。那个笨吉亚它也是这样弄，可是它还有一个东西，它会站起来弄风来吹，而是那个不好的没有东西的风一吹就跑掉了。
有东西的就会掉在本机上面，本机就要收回家的。所以你看看，同样是农夫，同样是一个在分开好的跟不好的，他们的做法是不同的，一个是让好的掉下去，一个是让好的留住。所以一个是代表 tempt， 一个代表 try 啊，这是让好越来更好，不好的风一吹就走掉了，这个是好的就掉下去了，不好的还留在上面。好，再来我解释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第一次有出生，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爸爸妈妈，妈妈把你生出来啊，这个是出生了，这是叫第一次生。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他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叫做圣灵感动他，让他愿意受洗，这个叫做从圣灵跟水再生一次，这个我们叫做重生，你听过吗？重生就是再生一次，这个叫第二次生，好不好？所以这个人如果他出生以后，在死掉以前，他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圣灵感动他，他愿意悔改认错，来让耶稣救恩拯救他的时候，他就经历第二次的生，叫重生。这个已经重生，他的罪已经被耶稣洗干净的人，将来他也会死掉，这个叫第一次的死。受洗的人不受洗的人都会死掉，都要做追思礼拜，这个是大家都要讲，这是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了以后呢，现在末世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复活分两批。第一批是耶稣来的时候就复活，这个叫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批是耶稣已经要处理全世界的事情了，他才复活，这个叫第二次的复活。那第一次的复活呢，就是就跟主同在就结束了，这个故事到这边完了。所以在这里看，一次生，两次生，一次死，一次复活，然后这个故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叫做生两次就死一次，这样懂吗？如果你生两次你就死一次。好，如果有一个人他出生了，可是他不信耶稣，或是他没有机会信耶稣，他罪没有被赦免，他后来也会死掉，对不对？这一个人第一次他没有生两次，他生一次，诶，他还死了，就是生一次就死了。这个人呢，耶稣在的时候不会复活，因为他没有得救嘛，但是他也会复活。他什么时候复活？耶稣把那个大摆咒弄好又要审判的时候，他就复活了。他复活是来面对他要承担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得到耶稣的救恩，所以呢他第二次复活，他不是第一次，第二次耶稣的宝座弄好以后他才复活。他复活是被审判，被审判就要自己负责的，就被丢到跟神隔离的地方，这个叫第二次的死。那这一个人呢，他是生一次就死两次，所以你们回去想一想看对不对齁。所以最好是生两次死一次比较划算，因为生一次就死两次太亏了齁。啊，耶稣就是说，如果你信我，是没哪个基督徒啊，你信我，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要坚持这个信心，到最后你会死，就是第一次的死，但是没有关系，将来你就没有第二次死的机会了，你死一次就够了。第二次的死是永远跟神隔离，那个是没完没了的。第一次的死就是几分钟就结束了，是不能再痛苦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还是比较划算，你要想一想，就生两次比较划算了。好，再来最后讲到有钱跟没有钱的问题。耶稣讲过两个故事不是吗？一个是这个财主跟拉撒路，他很有钱，一个在外面没有东西吃，饿得瘦瘦巴巴的，一个是去圣殿，有一个人祷告很高兴，哇，他表现得很好，一个在那边嘀嘀苦苦的，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这两个人都一个以为他自己很有钱，一个认为自己很贫穷，不管是世上的贫穷还是属灵的贫穷，可是看起来，我刚才讲过，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会到上帝面前来求恩典，那这个人在就是信上护主，认为自己什么都有的人，他觉得我自己就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何必靠上帝，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是贫穷的。你看我们来念这个，好，预备起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你看看，所以有钱有一个困难，要他信靠上帝有一点不必要，因为我的靠钱就够了，所以我自己的问题钱都可以摆平，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信上帝？如果你自己没有的话，你只有祷告。所以你注意哦，基督教传到一个地方，大部分是没有钱，没有上班，没有饭吃，等会来听布道会，因为还可以分一点面包还是什么。有钱的有工作有一部分要被戏啊，他怎么有时间来听你这个基督教？
真的在神面前完全仰赖上帝，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他除了仰赖上帝他没有办法。所以不是说有钱就不能上天堂，他说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不要依靠钱，而且你不要钱抓得太紧，因为上帝给你那么多钱就是在好事上富足，有没有？就是说很多人没有钱，他在祷告上帝，也许上帝就靠着你的有钱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信心得到你的爱心的回应。所以有钱没钱都可以富足，没钱的时候信心可以富足，有钱的时候爱心可以富足。结论，在贫穷中信心坚固，在富裕中爱心充足，在逼迫中爱主更深，在患难中至死忠心。耶稣曾经跟彼得最后请他吃 BBQ， 然后就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耶稣说人家要把你绑起来到你不要去的地方。所以爱主就是在困难下面愿意为主付任何代价，这个叫爱主。真的爱主的人，他就可以胜过所有的试炼，像斯提凡最后到死他也是忠心啊，这样子我们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或许你给我们的环境太舒服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体会士美拿教会那样的痛苦。主啊，帮助我们在你充足的恩典当中，我们还是能够专心的信靠你，而不是信靠你给我们的这些钱财。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给我们很丰富的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周围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在爱心上面能够充足，能够富足。可是一旦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碰到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的走，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可以得到你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